震。哎呦，慌死我，吓我一跳。我都看见你上牙膛了呢。中午是不是吃的关东煮？还有炒饭一个。第三轮开始。赢啊！哎，最后呢，这老鹰跑死了。我觉得明年春晚如果需要一个转的，就去找我去。我也关键是特别气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绕大圈跑了，长远呢就是小步。不是后面那个小鸡呢，也是溜达的。你是得这样跑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一轮的比拼啊，这个就把主持人累坏了，但还好有两名幸运观众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，他们也将获得奖品，由海伦凯勒提供的偏光太阳镜一副。哎，恭喜两位，恭喜！说说笑笑过后呢，啊，通过这个游戏我就总结出很多很多重要的观点啊，比如说我腿长啊，还有。不是，团队太重要了，团队很重要。其实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我跟你说，实在是太难太难。不是团队，是主要你站哪波很重要。对对对，一上来你就选错。对，一上来我就选自己一波，我还以为挺简单的，其实恰恰不是。